在耶路撒冷献殿节到了，那时是冬天。耶稣在殿的所罗门廊上走过，犹太人围着他。知道吧，你实在使我们感到不安，如果你是基督，就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吧。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却不相信。我奉我父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作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。我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。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，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。不信，这么说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不信。我把许多从父那里来的善事显给你们看，你们因哪一件要用石头打我呢？我们并不是因为善事才用石头打你，而是因为你说了健忘的话，又因为你是个人，竟然把自己当作神。就是啊，你们的律法上不是写着，我说你们是神吗？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永远不能废除的，如果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人，神尚且称他们是神，那么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上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就说他说了健忘神的话吗？如果我不做我父的事，你们必不信我，但是如果我做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应当相信这些事，好使你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是真的：我父是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我说，他们又要逮捕耶稣，他却从他们的手中逃脱了。耶稣又往约旦河东去，到约翰从前施洗的地方，住在那里。许多人到他那里去，说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。